哎呦哎呦，你快滚滚去去去！你踢他干嘛呀？啊，我连他都不能踢了。不是，那等会儿问我为什么查火药库，我怎么说呀？你傻呀？火药库归不归北政府司管？军事重地要不要查？火药库要不要查？瞧你长的那样！哈哈哈哈哈！